所以我跟你们说。火窑鸡23块钱，土窑鸡啊，土窑鸡12，就感觉一盒还有点分量，12。半边鸭10块12，鹌鹑蛋6块9，有多少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11个，11个6块2。这有一个什么什么烤鸭。6块7，榴莲飞饼26块9，花生酱飞饼13块8，瘦肉粥6块8，水果甜点。干蒸是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8块，一角马拉糕3块，潇湘猪肉，写写价呗，花生米5块3。酱牛肉这么一点点，就几片儿吧，15块1。哦，这有猪耳朵，19块1，也是就一点点，几片儿。